那我们就来来介绍一下百丈禅师啊，他开示不灭因果，为那个五百世野狐生的老人开示不灭因果。在古佛时代呢，有一位修行人，因为错解了一记佛法而堕入畜生道，做了五百世的野狐里，遇到了啊体证深刻的老和尚。 啊！老和尚淡淡的跟他说一句话语，就是“不灭因果”，就让这位老人呢解开了老胡千古的疑惑。这位老和尚就禅宗史上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出家的因缘。淮海禅师小时候跟他母亲到佛寺去礼佛。 在大雄宝殿呢，看到金碧辉煌的佛像呢，他就问他母亲说：“那上面坐的是谁呀、啊？”他 <laughs> 母亲就是说：“是广度众生的佛陀啊！”没有想到那么小的小孩，华远他，就是说：“佛陀的样子跟我很像呢，没有两样呢！我将来也要做佛，我 <laughs> 这这跟六大师是一样啊！果然是成天再来的高僧啊！啊！” 他的意思是说，佛陀长得跟我一样，我也有记住如来智慧德能嘛。就佛陀、菩提在正果讲那句法语啊，奇载奇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只因妄想之着不能证得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刚好住持呢，大悲老和尚的经过啊，恐怕他们也是有缘人呐、啊。 大悲老和尚就笑了跟，跟跟他打招呼了：“小菩萨，你相貌庄严呢，开始读书了没有？”啊，那淮海禅师小时候，他就跟这个老和尚说，摇摇头就说：“还没有读书了。”那么刚好大悲老和尚手上捧着《金刚经》，你说禅宗印心的经典都是《金刚经、啊》了啊。达摩祖师呢，他传给二祖。 印心经典是用楞铁经呢、啊啊，啊！但是五子跟六子大师印心的经典是什么？是金刚经啊。大悲老和尚手上拿着金刚经啊，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啊，那简简单,单单八个大字啊。他问小朋友说：“你认不认识啊？你这个都有禅意啊！」小朋友说：“我我认不出来。”他。 他急得满头大汗，他讲不出来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说菩萨还有隔音之谜啊！啊，他前世修过，我们讲过的嘛。那大悲和尚故意考他嘛，然后大悲和尚跟他拍拍肩膀说：“别急，别急，孩子，慢慢来。”啊，那从此以后呢，淮海禅师呢就常常到山上去找老和尚念经了。他跟他有缘。后来呢？ 知道呢啊，这个江西南康拱公山呢啊，有一位马子大师在那讲经说法啊，那么百丈怀雅禅师呢，他就前往参学。但因为怀雅禅师呢，他聪慧好学，悟性很高，所以得到马祖大师的器重。 跟智障禅师、跟普愿禅师呢，成为马祖座下三大士，就是三位开悟的大菩萨啊。那么，再来谈一下他们师徒之间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一鹤三字龙啊。有一天呢，马子大师啊，就把禅床呢，他们他们那个罗汉床嘛哈，就是打打坐的那个罗汉床，禅床上面有一。 一支呢佛尘，人家大和尚都会拿佛尘，就像扇子一样嘛。佛尘子的，竖在华海禅师的前面。华海禅师看了一下，他竖就是把这个佛尘就插在那个华海禅师前面，他不讲话、啊。华禅师呢，看了一下，说到：“即使用，即使用，<laughs> 即使用的时候，哎，各位参一下，什么叫即使用？谁在用？你的见性在看嘛。” 那个马祖道一禅师拿那个佛子插他前面呢，也不讲话，就等于要等他的说法。那华严就说即使用离使用什么意思？即向离相，这样各位明白吗？我们这一念真主自信体相用，从体起用，所用归体，体用波，然后即向离相，啊，说是一物就不重，言里道断，心除昧。 即使用，你使用，就是你用的时候也是即象离相，不可受。马子道一，马子道一禅师呢，一声不响把火损放回原处，然后便问华尔禅师说：“你以后开两片皮，将火为人。”禅宗高僧讲话都很有意思。什么叫开两片皮？就是说，你将来如果传法，两片皮是什么？嘴唇不是两片吗？ 以后你开两片鼻，江河为人，你怎么为人家说话呢？华海禅师呢，也照着马祖大师的做法，竖起佛尘子。马祖大师反过来，问，也是说，你使用，你使用，也是说迹象迹象，即相离相啊。华海禅师就把佛尘放回原处，放回原处以后怎么样？马祖大师忙大吼一声，大吼一声，他回头是什么？ 这个文信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啊！啊，我们说什么？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啊！你看他喝一声，他马上听到啊！这个文信不生不灭啊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呐。麻子大师大喝一声啊，害得坏才是三天耳鸣不已啊！托人托人开悟，你看他喝一声又开悟了，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他那个。 即使用，你使用信解，他已经接近行政了。他师父在喝一声的时候，他反闻文字信，信成无上道见信。了啊！从此以后呢，讲经说法、做事之后，威震四方啊！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功，他开悟的经过。第一个功啊，就是有一天呐、啊。 马祖道一禅师啊，就带着他的这个徒弟呢，啊，百丈华禅师去惊醒，就是去散步了哈。刚好呢，一群燕子飞过来，啊，那时候百丈华禅师还没有开悟啊。燕子飞过来，啊，师也看到了，啊，百丈禅师看到了，然后燕子飞到远远看不到了，他叔就问说：燕子呢？百丈。 白大师一下子愣住了，他他师傅说：“燕子呢？像已经飘过去嘛？我们就说体相用嘛。谁的剑？燕子挥过去，也是剑性。师傅说燕子呢？现在没有眼前没有燕子呢？剑性还是在起作用。”他叔问他说：“燕子呢？”白大师说挥过去了，他叔就把它捏的，大底在这里哪里挥过去？ 他恍然大悟啊！见性，广天老上说：“无来无去无待，这无来无去无待是什么？如来说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嘛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”啊，所以呢，相有来去，性没有来去啊。那么。 淮海禅师呢，在马祖大师过世以后，先在石门山的马祖塔旁住茅庐修行，就是庐墓啊。后来他就到洪州呢新武，大雄山修行传法。这座山差不多有一百丈高，所以被称为百丈山。那淮海禅师呢到这里以后呢，许多仰慕者都络绎以途，就来这边参学了。 所以后来人家称华海禅师称为百丈禅师，是这样来的。古来的高僧大德，他成就以后得到他所住席那个地方的山或者那个道场，人家都以那个道场或那个山来称呼他。比如说永明延寿大厦就永明寺嘛，那这个地方就称华海禅师叫百丈禅师。那有一次呢，华海禅师上堂说法，有人问说。 什么是大圣顿悟法门？百丈禅师就开示了：“汝先歇诸言，休息万事。善理不善，受诸世间一切诸法，莫记忆，莫怨念，放舍身心，令其自在。心如木石，无所辨别，心无所行。这是什么？秉息诸言嘛。” 什么叫大圣敦煌们六大师当时，慧敏将军在追那个一波的时候，六大师在避难室的后面，把一波呢放在避难室上面。慧敏将军呢，他出家前是一位将军啊，他在见到一波的时候，他那一刹那，他起的这个。 忏悔的心，他说：“行者行走，我为法来，不为一来。”那么当时他讲这句话，说：“说我不是来夺衣钵的，我是为了求法。”那六大师就在闭眼时候，我们讲一句话，盘腿而坐就讲一句话：“啊，说不是善，不是这里骂是哪个是名上咒，本来面目，就是跟这里讲的一样啊。” 善恶两边对待都放下来，莫记忆，莫原谅，不要去攀连，也不要去回忆，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这件事通通放下来，让这个心自在，心就像木石一样，无所辨别。那么一切皆无求，也不守住这个无求。 也就是对无求也无所求了，啊，所以华严禅师呢，他都是承袭他马祖禅法，用鹤打手势来应激启发大众开悟的方式，他开示完以后，大声吼一句是什么？什么呢？跟马祖道声是一样，是什么呢？众人一惊，纷纷回过头来。 一瞬间，李愿接力。有些人就在华海禅师独特的百丈下堂记中开悟了，喝一声他就开悟了。说我们现在喝一百声、喝一万声也开悟不了。一丈重啊啊！古德那时候他们啊根基非常的利，而且哦，他们那时候啊，谢脱成就的啊，禅定成就的啊，再来是向往自己的。 啊，多闻成就，再来是塔式成就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是斗争成就啊，末法了，啊，正法的时候，那时候都是第一个五百年是解脱成就啊，第二个五百年是禅定成就啊。到相法的时候，第一个五百年是什么？多闻成就，就解脱跟禅定就比较少了。那相法的第二个五百年，大家喜欢盖庙，塔式成就啊。那现在是末法的第一个五百年。 斗争成就，啊，那么一计法以度野狐啊。百丈禅师上堂说啊，是总有一位老人都跟着大众进入法堂听讲。有一天呢，大众散去以后，这位老人就留着不肯离去。百丈禅师就问他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百丈师当然知道他是野狐狸啊。 老人回答说：“过去家受佛时，我曾经在这个山修行。有人问我，大修行人还会不会落入因果轮回？我回答说：不落因果。从此以后啊，我五百世都也服你啊。他为什么讲错话？各位知道吗？因为大修行如果没有明心见性、见性生活，没有破根本无明。” 对佛来说，你还是米啊，啊，你还没有打破妄想啊，你怎么会不落因果呢？啊，他问白丈师说：“我应该怎么回答？”白丈师说：“不灭因果。”啊，为什么叫不灭因果呢？啊，因为因果不空嘛，啊，相续不空，循环不空，轮转不空嘛。 所以这个因果不灭啊，因为因果通三世啊。你坐善得乐报，造恶得苦报啊。但是善过因果呢啊，就看哪个眼先成熟，就要先受报了啊。就刚才安世高大师他犯两次病在，就是不灭因果啊。 老人听了以后呢，马上开悟，就向大师礼拜说：“我可以脱离野狐里的身了。我住在这个山那一头，请你按照王生的仪式埋葬我。”好后来呢，在后山的洞中呢，果然找到野狐里的尸体了。那么当时呢，佛教传入中国四百年后，达摩祖师才到东土。 禅宗历代祖师相传呢，都是以心印心，以道相授。那么当时那些修禅的这些僧人呢，都是住在山洞里面啊，岩积泄处，或者聚集在绿中的道场，常常跟这些持戒律的僧人呢产生一些啊不协调或者隔阂，还没有办法有丛林住持之名。 那华海禅师有建你禅宗的弘扬，已经受到重视了，而且弘化层面也越来越广了。上至君相王公，下至儒者百姓，莫不请心归附啊！啊，修禅的出家众也越来越多、啊。那那当时马祖就见丛林，华海禅师呢，他既 开创丛林的马祖大师之后，他立下一套有系统的规矩，叫百丈清规，啊。那么华海禅师他在百丈山呢，他自立禅院，他制定清规，率众修行，那实施僧团的农禅生活啊，就跟海鲜楼上一样啊，要开垦开垦荒地啊，要种植玉米啊，啊。 种植蔬菜啦，水果啦，就是生团的农产生活。他每天除了领导大众修行以外呢，他也是亲自要出坡劳役，要工作自食其力。但是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年纪大了，那徒众呢不忍心年迈的师傅呢，容忍做出重的工作，就请华海禅师说呢：“你不要再随众出坡了啦。”但是华海禅师呢，就讲了。 无无德，焉可劳以人？他说：“我没有德行，我怎么可以给别人供养呢？”他婉拒。那弟子们呢，就暗中呢，密收怀海禅师所用的扁担、锄头等农具。没想到怀海禅师因此不饮不食。啊，弟子们只好将农具还给怀海禅师。啊，就像那个。 海贤和尚要往生前一天，还在啊这个菜园里面锄地割草啊，啊弟子跟他讲说：“和尚休息了，不要再做了。”海贤和尚说：“我明天就不用做了。”一字十字啊，跟这个一样啊。华海禅师还是随众作物，种下什么禅宗里面的、佛门里面的一日不做，一日不死啊的精神。 这是成为丛林的千古楷模。那么，唐宪宗延和九年，百丈化禅师一句：“灵光毒药窘脱根尘；体露真藏，不拘文字；心性污染，本质圆成。但你妄年即如如佛。”这首法语讲的真的是非常殊胜啊。 他在往生前讲这段记忆就开示啊，在这段记忆的开示中，记送中，四级，四寿九十五岁，最大七十四，啊，这灵光毒药窘脱根尘，是讲什么呢？讲我们的自信呢？啊,啊，为什么灵光毒药呢？我们的自信，啊。 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它永远大放光明。但是因为你呢，闭结合成，所以我们的自信呢，被无名烦恼呢啊覆盖着啊。我们这个自信呢，是窘托根尘啊，也是佛陀讲的，不自色身香味触法不殊啊。 他体露增长，啊，我们的这个自信呢，跟神接触，啊，第一念都是我们自信的妙用，这叫体露增长，啊，不积文字啊，它是理文字相、理言说相、理心灵相的，心性无染，本质也是本质基础，只要离开这个妄想分别执着，离开妄缘，就是如如佛。 那么百丈禅师呢，原寂以后，他的座下上属弟子有韦三零六禅师、黄布虚应禅师啊，这黄布禅师是开悟的圣僧啊，啊，韦三零六禅师也是一样。后来啊，延伸为威养宗、还有临济两宗，以曹洞宗、云门宗、华严宗并称，成为禅宗五五家。 我们来探讨一下，钱财为五家共有。那么有看过一段新闻，有一个人呢，在家里藏了八袋的现金呢、啊，藏在床铺底下啊，结果大火啊，恶火焚毁啊，只剩下一百二十五万啊，其他都烧烧光了。这印证了什么？财为五家共有。第一个水。 水呢是洪水冲毁，从古至今，水患造成财物的流失真是难以估计。火呢不慎而遭致火灾，啊，或者是因战乱而毁失，这还包括地震，啊，水火。再来第三个，官府欠税的被公家机构呢划，财财华呢没收充公。 像贪官污吏呀、啊，啊，我们看到国内很多这些官员被啊，中纪委办公室呢啊逮捕归案啊，双规，官商勾结，非法行为，巧立名目啊，这个横赋暴敛，啊，科系繁重的税金而损失的财物啊，官府扣税。 再来，盗贼、小偷去偷窃、盗取你的金钱，诈骗你的金钱，强为抢夺你的财物，或是生意上被倒债的、倒闭的，这都是什么？都是盗贼。再来，恶子就是不孝子孙、败家子，将家产挥霍一空。《一大制度论》里面讲呢，富贵虽乐，一切无常，五家所共。 令人心善清照不定。这大智度里面就说啊，就凡夫众生不了解世间是幻化无常啊，再多的财富，非但不能够永远拥有它，而且是五家、水火、二子、官、盗贼所共有的。所以古德说啊，人间富贵花间路，世上功名水上欧啊。 财富是因为你财布施而得到的果报，所以我们要种福田，要培福修福。那福田有三呢？第一个是恩田，就是父母师长；敬田呢，对佛法僧三宝啊的供养；第三悲田，以悲悯心去救助贫困，这就是悲田。必须在这三个田里面，三种福田里面去布施。 所以，高法师呢，他有开示：世间芸芸众生呢，个人记忆不同。有人一生过得很幸福，家庭美满，事业顺利；有人一生不如意，灾祸连连不断，困苦不堪。同样是人，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？因为个人所造的业因不一样，所以一切的不平等不是他人决定的。 是自己过去生的业因所造成的。印光大师说：“人生是错位而来的，人到这个世间来出生啊，来受果报，是过去生造善利，这一生就得善报啊；过去生中造恶，这一生就受苦报。啊。人们迷惑颠倒，受报说不肯安分呐、啊，那又造新业啊。” 于是呢，因果报应呢，持续不断了。如果不能够彻底觉悟，所造的恶业多，善业少。只有彻底觉悟之后，才能够尽断恶业，真修福善了、啊。所以，我们这一季经文，第十八季经文里面，修善修福啊，我们医疗法师这样说、啊，开示的、啊，要彻底觉悟之后，方能尽断恶业呀、啊。 才是真正的修善修福啊！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重点呢，啊,啊。